然是立冬，不过在热带国家巴西还在举行清凉的冲浪比赛。世界冲浪联盟挑战赛在巴西上演，有两名主场男子选手都从16强中晋级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